联系。啊。我在京大等你。你到京大之后，肯定会有很多好友，不会到时候把我忘了。我这人不擅长交际，你不在的话，我可能还是要做独行侠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。什么？打开看看。京大通知书。你的那份。林夕同学，我校决定你录取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，请凭本通知书到学校报到。什么啊，高仿版，这里都没盖章。等这个计时器归零，你肯定已经拿到真的录取通知书了。300多天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在京大等你。你的话，最好算数。我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林夕。啊。发手机了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我在京大等你。